我们看这一题，它会设这个 A 这一点12啊，是圆 C 哦，这个圆 C 上哈，距离这个直线哈最近的点哦，如果它距离这个直线最近的点的话哈，那么这一点的切线哈就会跟这个平行，就会跟这条直线平行。好，那也就是说呢，这个哈，通过哈这一点。 然后呢，通过圆心，假设圆心在这里啊，那么这个东西哈，它就一定什么呢？一定会跟这个垂直的，因为我刚刚说过嘛，通过这一点的切线跟它是平行的，但切线跟半径呢，它是垂直的，所以这个一定会是垂直的。好，而且呢，它通过呢 B 这一点，就52这一点。 那么他问这个圆的标准是为何？好，按照呢这个什么呢？这圆上的两点哈，它的中垂线呢哈，它会通过什么？通过圆心。好，那现在呢这个终点了哈，这两点的终点，这个我们叫做 M 哈，M 这一点应该多少？应该是这两个加起来除以2是3嘛，这两个加起来除以2的话是0。 2加负2等于0嘛，所以上圆心的话是在 x 轴上面，这个没有画得很好，还没有，是在这上面的哈，上面的，上也画得还不错了哈，刚好在这里，30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它的什么哈，它的这个AB 这个向量哈，可以当成这个直线的画向量，这个 AB 啊。 AB 这个向量的话，就一减是多少？是4。然后这一减的话是负4。那我取那个比较短的，它跟什么平行呢？跟1负1平行。所以呢，这个1负1可以当成这条直线的画向量。那我就令这条直线这条直线叫 L prime 好了。L prime 的话呢是多少？是 x 减 y 等于带电常数 k。 然后现在呢，这个什么呢？这条直线要通过这一点嘛，我就把这一点带进来，就3减0等于 k 嘛，所以这是3，这 l prime。好，那我现在呢再来求什么？求 l。l 的话哈，求这个 l， 这个叫做 l double prime 好了。这是 l double prime。l double prime 的话哈，跟它是互相垂直的。 那跟它互相垂直的话，那么它们的画向量互相垂直嘛，所以就可以令这个 L double prime 哈，它是呢 x， 加上3 y 哈，等于 k 啊，它的画向量3负1嘛，它画向13，那两个呢取内积以后等于0，就你把这两个人对掉以后，其中一个加入哈，就。 它的那个两个画向量就会互相垂直，因为取内积会等于0。好，那它现在通过了12嘛，我就把12带进去，1，2，带进去，1加6等于7啊。所以现在我就可以知道说，这两条直线，那这两条直线的交点就是圆心了，这两条直线，这是 x 减 y 等于3，这个是 x 加3 y。 等于7，那我要减上去，减上去的话就是4 y 等于4，那所以 y 等于1 y 等于1的话 ，x 等于多少 ？x 等于4，所以它圆心的位置在哪里？在41的地方。好，那41的地方呢？那我就可以令这个圆的方程式是 s 平方 s 减这个多少？减4的平方嘛，加上呢 y 减1的平方，等于 r 平方，这 r 平方我叫做 k， 那我现在呢这两点你可以随便带一点下去，因为这两点的话都在这个圆上面了，比如说我把这个带进去，这个要等于多少？带进去，这是1减。 4就负3嘛，平方加上多少？这是2嘛哈
二减一就一的平方嘛，所以是十啊。所以这个圆的方程式就是 x 哈减四的平方加上 y 减一的平方等于十。啊，这个就是答案。